好奶奶，现在是早上6:30，距离7:10还有40分钟。冬天太冷，我估计用自己床睡20秒钟。除掉上衣以外，我穿好1只脚、2只脚、3只脚羽绒服，那个睡裤能分5秒。再说上厕所时间减掉20秒，但是起牙膏需要5秒，刷牙洗脸先放15秒，比妈妈定的吃完早饭需要4分15秒，穿鞋子出门5秒，冬天风大大，阻力增大，重力不变，两度23分50秒，在上门口蹦跶闪动耍帅一次需要3分27秒。由于冬天木脚太重，上楼梯台阶从1步3阶变成1步2阶，4楼一共48阶台阶，那是1分15秒。加上我现在思考几个问题和46分钟用了1分15秒，所以我不对。忘了，我昨晚早就穿好了衣服，可以省下2分05秒，所以最终我还可以再睡1分23秒。小品，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床？妈，我才多睡1分钟呀！11点了，完了，上学迟到了。迟到什么啊？今天放寒假，赶紧起来吃饭。妈，寒假太好了，去这一场。我给你报了11:30的补习班啊，还不给我马上起来！